冈山置业园区的关怀据点启动，许多长辈前来上课，其中还有好几对母女档。原本想说让老人活动就好了，那想说好吧，那他们也是邀我一起下来跟他们一起活动，那就一起跟着他们玩这样子。以前会乱想啊，没有人带我出来啊，现在他有空就带我出来啊。在街边的白白，乌的换乌的，白白换白。 93岁的阿嬷也是长照学员，透过做环保动动手，连陪她来的印尼籍移工阿弟也跟着加入。大家有当时啊，含人啊来开讲哦，换知识啦，交换知识啦。做环保身体好，无烦无恼。哎，大家做这生意也袂歹啊。专业的较黄的，较佫较慢，系啊。 七八分的老嘞，老嘞，老嘞，明仔载。从室内走出户外，学员们在大爱农场栽种蔬果，活动筋骨。心情较好啦，系啊。为虾米？因为安那顶厝做做，啊来遮吼，咱遮上强到的，安尼话会较快乐。家己身体会当健康，佮予因会当咧走入这个人群内面的，啊，佮袂当安尼，这个延缓这个老化啦，吼。 善用园区内每一寸空间，让长辈动手也动脑，继续发挥生命的良能。大爱新闻，王昭忠高雄报道。